We'll be right back.
相应功能，主要得有炼丹炼器、藏经阁等等。岛上捡了资源，先建设传送门，从此哪都去的料到很大，有很多大陆探索。我们去传送门里选择等级最低的地点探索。是游戏，十八岁的农村姑娘，二十岁的富家千金，三十岁的制衣厂花，四十岁的霸道女总裁，五十岁的家庭主妇，六十岁的诊所医生。